经纪人 Summer 恋情已经传了好几年，不过两人始终没有承认。但没想到老肖在日前无预警宣布自己和经纪人 Summer 求婚成功，不止饰演感动许多人，求婚的影片曝光后也在网上引起热议。眼尖的网友还发现老肖的求婚戒指是 3.33 克拉，可说是相当大手笔。而在30日所属公司还发出求婚花絮照，只见老肖身上穿的衣服写着我爱夏天， Summer 的 T 恤则写最好是泪，看起来相当幸福甜蜜。原来这是两人今年创立的全新潮牌，这件也是特别定制的情侣装，是两人爱的结晶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大赞老肖忍了好久都没公开，现在要公开就好多放闪照，实在是好甜呐、